系啦，咁啊，但系嗱，即系刘德华呢三个字咧，即系坊间其实最津津有味咧，就系几年前咧，即系都啲人都推举佢为民间特首啦，系嘛？系啊，即系见你见到刘德华嗰个影响力系有几深远咧，系嘛？即系令到啲人都觉得，切，搵刘德华出嚟做特首最好啦，咁样。系啦，咁啊，但系个问题就系，好似见上年啦，嗰个话咩大屿山填海嗰度啦，咁佢又帮忙拍咗一条短片啦，去讲呢样嘢啦，好似都有些少影响。本身嚟讲咧，呢个名系一个副名嚟嘅，即系话系同钱银有关嘅，系就唔系一个尊贵嘅名嚟嘅，所以如果用刘德华呢个名咧，就肯定唔会做到特首嘅，系嘅 ，OK。咁但系你话如果用刘福荣呢个名咧，亦都做唔到，因为个尊贵系被埋藏，唔能够发挥出嚟嘅。OK， 所以两个名都系冇特首呢个元素，即系唔系尊贵嘅名。但刘德华嘅名咧，好最好系做咩行业？你知唔知咧？原来就系做艺员啦。哦，所以同样嘅刘德华有油麻地刘德华，有呢个柴湾刘德华，咁点解咁多个刘德华唔出位，系要呢位刘德华先出位咧？原来佢个名里边就系做艺员嘅呢个元素喺度。咁因为佢点解咧？佢个名咧有一个叫经营星。好啦，咁啊代表咧，其实咧呢、這个都系一个好付出、好上进心强、可以同人哋竞争嘅一个嘅心态嘅名嚟嘅。咁另一个咧就系话光芒星。咁啊 ，Matt， 你听个名字都知道系代表咩系嘛？代表适合做明星啦。冇错啦，要散发个光芒出嚟嘅，咁咧就可以配合到个名嘅优点。咁而光芒星咧，亦都系需要实力去开创嘅。所以虽然话刘德华好靓仔，但实际上佢真系好讲实力，佢唔系净系靠靓仔嘅。有啲明星咧就唔需要讲实力。靚仔，人人中意嘅，咁嗰個邊一位咧，將來可能再同大家介紹一下，大家都識嘅。